Hello， 你好，我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個雲站收尾發展嘅龍舍，呢個係位於白座嘅中低層 B 單位，係一個三房一套嘅公人房同埋市民房嘅單位。咁啊，使用面積大約995尺。咁我首先嚟睇睇呢個係咩嘅大門。咁啊，再睇個廚房，廚房都好闊落嘅，有多種嘅廚櫃，收納空間足夠，明火煮食。咁啊，廚房咧仲有一個工作平台嘅。非常之通風，仲有埋咧工人房同埋工人嘅洗手間，有窗。出翻嚟我哋睇下呢個位啦，就係一個儲物室啦。再嗰啲咧，我哋睇個客房咧，客房都非常之闊啦，客房咧可以擺4至6人嘅，三位都最熟容易。呢邊仲有一個客廳咧，客廳要足夠俾你睇電視。咁啊，客廳有個露台，露台景觀非常之開陽嘅。再睇廚房，廚房乾淨實用，可以擺單人床同高身嘅衣櫃，景觀開陽嘅繁華都市景。對面就係洗手間同埋浴室，係一個奇觀嘅設計，5星級嘅熱點。我哋睇睇另外一個廚房啦，呢間廚房都係乾淨實用，可以擺喺單人牀、公身嘅衣櫃，咁啊景觀開陽嘅繁華都市景。而我哋睇下個主人套房啦，我哋首先睇下主人房嘅浴室同埋洗手間，用開放奇觀嘅設計，5星級嘅用料。咁個主人房係長方形嘅設計喎，可以擺雙人嘅大牀同公身嘅衣櫃，有。個大嘅窗台，咁景觀開陽嘅繁華都市景，現時仲可以睇得海景。咁好啦，我今日同大家介紹就係咁多中研地產家電，歡迎預約睇樓參觀，多謝曬，拜拜。